平安，谢谢西方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这样敬拜。今天在七夕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谢谢主。今天不是我讲到，我已经报告过了。今天我们是请到罗天鹅牧师、罗师长在我们当中来传扬神的话。他今天所讲的是带领让我们学习怎样一起的来崇拜，在音乐上的崇拜的上面一起来带领我们来崇拜。我在这个教会，我在想，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信主的年龄比我长，因为我1975年信主。今天我介绍的讲员，他出生在西边大战的时候，那么他1959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决志信主。1965年，如果我的 memory 对，那么他就已成为香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院士。那么我没有到过他家，但是我读到关于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写的就是说他在他的家里摆满了各样的这个乐器。那么弟兄就问他，你都懂得弹吗？他说他都懂。中学的时候他就拉小提琴，大学的时候他就拉这个cello 学的这样大提琴我都忘记了。所以他应该是1956年的时候就决志侍奉神，59年，这是我出生那年，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三藩市基金会的他们的好像是40年的晚宴上，他坐在我的旁边，就听到他讲的音乐，他是非常的投入的一位。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想，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教会的音乐崇拜上能够再进一步，所以那时候我们请他来。那么时间就过去几个月了，他今天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么罗牧师啊，不单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也在各个不同的大学里面教书。那么他退休以后，好像是2012年退休，那么他就也继续的在投身在这个音乐的教导、演讲、敬拜上。今天他讲完道以后呢，我前几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主日学，我的主日学跟里面的主日学，我们这样子，我就请到罗牧师在我们当中做这个音乐崇拜的训练，他的主题应该是音乐的灵与魂，所以也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就在留下那个我的课室，是希望够大。我不多讲了，我再请罗牧师。
以聚在我们聚在聚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主，我们不单在这个教会里面敬拜，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敬拜，因为我们的活作就是基督，我们与基督同合而为一，来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带领，领受神的信息，来传讲神的话语。这些信过生活的态度就是敬拜。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觉得一起聚在一起，觉得这次我敬拜神不是单独一人的，还是很多人见证人啊，如同云彩环绕在我们的旁边，其实我们就不觉得不是孤单的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是有很多同伴，这样今天我就把这个信息放在主的手中，求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啊，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这个帮助，在敬拜的事工上面能够做得更好，满足神的圣心意。我们接着把以下时间放在主手中，求主带领。我们这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亚当夏娃因为混的生活的缘故，没有用他的思想做犯罪的。魂是带领我们很容易犯罪的，灵经过上帝的话语改变之后，我们犯罪倾向就比较低下来，不太强了。这个就是我的今天的主题了，灵与魂，敬拜里面也有灵与魂，音乐里面也有灵与魂的啊。那么那个亚当夏娃我们就是他的后裔啊，犯罪了，离开上帝了，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了啊。我的前途在我手中，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是天父世界啊，从天父世界变成魔鬼的世界啊，魔鬼是在空中掌权的，对吧？我刚才唱的时候要知道啊，我听魔鬼的话的时候就很容易离开上帝，我权力从我手中离开了，不能够改变了。说话神的话语很有力量，一讲一句就改变了。你看你太太跟你说我不爱你，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你丈夫就是我不爱你，我儿女就对你说我不喜欢你，那你就冲了，有能力的，每一句话语都有能力的。上帝讲一句，世界就创造出来，上帝的话语就有能力。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心中，我们就不能罪他。这是灵的活动，魂的活动就是试探的，把自己受试探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罪，这个就是魂的工作。我要清楚认识的时候就知道，音乐里面真是有灵与魂的，所以这敬拜之后一定要参加那个音乐的灵与魂这方面，也讲到怎么选音乐啊，选音乐。我不讲那些这个主题了啊，将来讲完到之后就可以开始讲这个。神用很多方法来，人已经离开神了，灵与神不通了，这灵已经在睡了，已经死了，不能跟上帝相通。很多我们的朋友当中，很多人都不能跟神有联络、有交流的，因为他们的灵已经死了。他们的灵是属世的灵啊，不是在是属神的灵啊。在得救之后，神的旨意要选我们，拣选我们的时候，我就得救，就决定信主。信主之后，神的灵就开我们心窍，上丢心窍，就明白神的真道。越念圣经的话语，越懂得怎么样跟随上帝。很多信主信耶稣四五十年，还没有念过整本圣经一遍。就是很大的错误。我每天都要念那一两章，新约一章，旧约两章，常常都念。念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神用这个话语对我们的灵说话，神的灵在这话语当中与我们的灵相交，我就得到神的灵，我就有能力活出神的生命啊。神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
一步一步跟随他，一步接近他。因为罪不神与罪不能相交，不能同在一起。因为其实也不算步一步的教会选民啊，以色列人敬拜，以至到以色列人成为啊世界的见证，带领世界各族每一个人来信主，这个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责任。呼召啊！现在我得到这个呼召要传福音了，因为我是外邦人，插枝啊 ，grafted into the tree of life 啊，所以我们就由这个智慧去把福音传出去，接受福音，你们都接受了，感谢主啊！接受福音的人不是太多啊，就是小部分呢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对不对？啊，感谢主，你都选上。因为这个缘故，你对神的话语你撬开了，明白神的话语了。神就尽量用各样的方法，一步步以以色列人的离开神的地步开始，一步带领在寒山养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不同的年纪，也有不同的那个发展生长的过程，对不对？我们养儿育女的时候都是这样，知道他们什么年纪应该怎么样对他，神也是一样，对我们是这样。对，摩西在那个沙漠里面流荡，对吧？就是因为十二探子当中十个不赞成，哎呀，看见这个巨人，其实这个巨人很厉害的，这个巨人是魔鬼的后裔。所以他很大很高大8-12 feet 八就是十二级高的，很厉害就是他们看见呀，我不能，我在他面前像蚂蚁一样不能打胜仗，他们小，没有计算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可以使我们把巨人打败的大卫，你看见了所以我要知道一定不要忽略上帝的能力，我们能力不能，上帝可以，所以没有什么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这个要知道，这样上帝就用一个确立一个设立一个会幕来教导你，是这个是一个 object lesson 的具体的教训，让他们看见祭司怎么样敬拜，他们慢慢一步步认识。但是我们现在是成熟了，人性是成熟了，神就可以直接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见面。所以耶稣基督的派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需要说求主借祭我，不是，主已经在我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需要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是我们离开上帝，为啥离开我们呢？我们已经成熟了，会接受了，会明白了，我们的灵已经醒来了，会上帝会跟我讲话，我都可以解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神引进我们，我们需要求神吸引我们解禁他，这个会幕就是一个这样的陷阱很奇妙的一步步带领我们现在我是最有幸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神同在，与长直接进到会幕的至圣所里面在神的怀中与他彼此相爱这个很高级的真理，对不对？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自己做自己的祭司，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他，怎么样与他合一这个很重要的消息是信息。OK， 这个就是会幕的献祭。这个会幕的献祭里面很详细的讲得很，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每一个小的献祭都有它的灵意属灵意义的，所以念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会幕念得很熟，每一小 every detail 每一个小节都是献祭的，很清楚的这个有点错误的地方就是那个应该有五条柱子，这里有四条是不对的应该是有5 pillars 所有的画片
画面都未必一定是对的。所以很多 detail 很多维系的地方都是上帝很小心一步一步设计的，都有它的灵意义的。但是我今天不能讲每一个意义，或者一个学期都讲不完了、啊。我在神学院里面叫神敬拜神学，怎么样apply， 怎么使用这个真理来敬拜。今天我就讲一个tip of the iceberg， 冰山一角，讲一讲，让各位在神的面前不能不单是能单独的与神敬拜，也聚在一起一起所懂得怎么样敬拜。你看这个设计，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左右，对不对？啊 ，OK， 这个会幕的设计其实代表这个十字架，然后不有心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里面的陈设是这样的，从下面往上去，很像我们跟神相通。一条路是从地到天，从下面到上的面前。第一就是门，第二就是什么祭坛，第三就是座盘，跟出来就香坛，最后就是月柜。月柜与香坛之间有个幔子，有的时候祭司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大祭圣所的时候，因为里面是很黑暗的，没有光，所以他把那个金灯台拿进里面，香坛拿到里面的而且呢没有人能进去，大祭司从门外洗澡七次，洗澡七次干净的不得了，皮肤都要洗掉了，就刚才进去的，他进去刚出来祭坛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升级当点燃物位。因为这个缘故，他要洗座盘了，洗干净。洗座盘是用铜做的，铜做的不。保罗说是如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无不清。这个我们看不明白，因为我们镜很清楚的，对吧？他们从前铜的，擦的很光亮的，看他有没有肮脏才洗手了。洗脚啊，就这样，证明我们侍奉当中，侍奉的时候会犯罪，一起争骂，一起不同意见但是在神的面前要合一的合一就是这个洗座盘当然祭坛就是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死，缘故我们能够亲近上帝，也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每一个敬拜，我们这个经过这五个阶段，跟神合一，最后假如我们心里面有罪，就不能敬拜神上帝，不能跟神联络，跟神交流。所以这个缘故，洗座盘我有很大的洗座盘放在这里里面有谁的，我就把两个脚，把那个毛巾。那毛巾在这里，每一个人弟兄们出来认罪，跪下来认罪和洗手，敬拜洗手，然后跟他开擦干净来回去有四个 station 是这样来讲是这样做，因为这个行动很重要。我们敬拜会坐在哪里看什么人表演什么不是看他们唱的好不好，但是我心里面的敬拜跟他们一起敬拜一起唱。所以这个跟着了这个，我这个东西不行 ，supposed to be，anyway， 我一定要这样，好 ，OK， 那我主要的经文就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叫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这个有这个不
不是一个乌合之众，要组织很清楚的啊，比起要 function 呢，要 function 啊，不是什么人重要，每个人都是重要，但是怎么样分开工作，一起来侍奉主，一起来敬拜主，这个很重要的，不能在口中里面不能乱啊，这个是要关专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啊，责任就是把神的爱宣扬出去。我们住在这里很重要，但不够在外面做见证重要。我们的责任 primary calling 就是要传福音，传福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没有传福音，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第一，赞美的门，赞美的门，人只有带着赞美的心意念才能进去。我刚才祷告的时候讲到，我们敬拜其实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钟都在敬拜当中。我们敬拜就是敬拜就是 worship 啊，那敬拜那个字意思就是说是五体投地，对上帝五体投地。假如我真的认识上帝的时候，我就五体投地。中国人叫做三跪九叩啊，对皇帝这样做啊，皇帝这样做，上帝更厉害。中国人把皇帝变成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是应该，假如我真的认识上帝，我就不能不啊三跪九叩，这个是 prostrate。Before God 我们就是跪在神的面前。问题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是谁，所以我不能不愿意也不做啊，五体投地啊。你知道伊斯兰吗？他们的五体投地啊，你在伊斯兰的教会里面，只有看见他的屁股，啪啪在那走的。你们坐在哪里？我看见你头，看见不看见你屁股？他们就是五体投地，只看见他们屁股的。而且我有没有现在在打屁股啊？各位要不要？很喜欢的，不错吧？OK， 所以我们不欣赏上帝，不喜欢上帝，不爱上帝，不能敬拜他。你来我家叩门，我开门，哎，我不认识你，你看。但是我认识你的时候，哎呀，我是谁啊？哦，是哎，对，我认识你了，进来，一起来吃饭。敬拜上帝，首先要接纳上帝。要爱上帝，要赞美上帝。上帝不是因为你赞美神，还觉得他很舒服啊？不是，上帝不需要你赞美也赞他了，他很满足了啊。他不需要你赞他，他觉得很舒服。这个是不是为他做的，是为你做啊？你骄傲的时候，神就心里面难过了。哎呀，这个姐妹弟兄啊，他不离开我了，他心不在我了，到哪里去了？他像我的儿女离开我一样。所以这个洗七次的冲凉啊，七次才进去啊。一到侍奉的时候，赞美的门之后就祭坛了啊。祭坛就讲到，tools in my pocket。为什么我留在这里？他说 ：“OK，good。”那赞美的门，我可以念诗篇一百篇，所以我应该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把那个诗篇一百篇念得好啊，我一起念好不好？啊，打开你的圣经，诗篇一百篇，很短的诗篇一百篇。我很喜欢不在这里，放在这里，你们就打开圣经来看啊。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没有这个荧幕，对吧？只有圣经啊，诗篇一百啊，我这里后面也有本呢。看不到的时候就不行。现在眼睛不太好了，76岁，很简单了。不行，一起念。普天下。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的草上的羊。记得吗？当称颂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敬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每一次早上，每一天开车，每天做什么，想到这个诗篇一百篇，我说就能开始敬拜了。有困难的时候，也不觉得困难了，还是很重要。他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信神必须在存在啊，也是传，相信他的信实必然，他的应许必然实现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受信心啊。跟着来，在祭坛前面敬拜，thank you。祭坛呢，就是讲到那个救赎。赎罪祭的祭祀，罪人的奉献，我们奉献啊！我在一个以色列人的时期啊，他们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圣殿里面了，会幕里面了，需要大祭司进的。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啊。这保罗因为这个缘故，就犯了很大的规矩方面的问题了啊！他说对信徒说，你们要进到做为自己做祭司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怎么样啊？我与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的啊是这个就是每一个信徒代表自己作为自己的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说就是牧师做的，不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牧师，每一个都有神呼叫我们做牧羊，做代理人信徒，代表群羊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的祭司，很重要的观念，因为这个是新约时代，耶稣之后，我们就有这个转变啊。所以罪人的奉献很重要，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认识记住救恩啊，第一步就是把感谢上帝的恩典，感谢耶稣基督为他为受苦来就觉得伤心。接着来就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进入会幕所看见的第一个层次就是祭坛，赞美之后就敬拜，第一步就是救恩与奉献啊。我会看这个经文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的医治。罗马书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死小有的，为人人死啊，活着有的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其实是圣经金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跟那个冯牧师给他一个 file 啊，将来早点有这个机会的冯牧师可以依据他们了哈很详细，中英文的都有的哈，这些经文的根据都有在哪里。我们需要这个，因为我们敬拜，每一天敬拜神的时候都要这样做。早上灵修都要这样，你是不是我们敬拜啊？敬拜就是五体投地了，对神，那是神的时候，不能五体投地了。祭坛前敬拜之后，跟着来就是洗作完前的敬拜。洗作盘的敬拜啊，这个就是认罪和好每人的使敌。这个在这里啊，我们不单在对我们罪神认我们的罪啊，以致上能够
良心清洁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有罪是罪是拦阻我们与神亲近的，所以我们要认罪。认罪不是对神有好处，上帝已经做了一切，做了一切了，是现在是你做了，你去洁净上帝了，把罪认出来，不认是不能的，有的把它写下来，把它练，越练我的脑根就想到这些罪，我就很容易离开。你想要对付什么罪，你就把它认，大声的认，上帝啊，我不能没有做这个，我在你面前犯了这个罪，求你赦免我，念出来，在房间里面念出来，没有人看见就可以了。其实我敬拜是最好的事，我在房间里面一个人，太太丈夫不在，敬拜他。主要我这样情绪的敬拜他，把这个情绪一部分表现在这里就好了。在众人面前我们保守，在内心我们是什么？可以殿堂的。所以我们敬拜上帝是赞美一个人可以殿堂的事情，敬拜主就可以，众人面前我们保守了。不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上帝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单只是在神与神和好，而且要彼此和好。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都有碰拳和好。特别找一个弟兄我不认识的碰拳，这有细菌，所以我们不要二手的细菌啊，我什么细菌是随着他的身上的，这样碰拳这个好像找一个弟兄。你们有不同意见的，不同意见是对的，可以。我不认识你，现在可以，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认识彼此都行动的彼此和好，这个是习作法的敬拜，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很多教会的讲职讲开会啊，骂一顿，以后不睬你了。我在那个圣马孟在 Presbyterian Hill。那做牧师的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面红耳热打，完全一起喝咖啡，coffee 没有问题的是教会的事还是放在教会，你还是有不是同性的，在教会人都是可以同性，不要不同意见是好的，保持同意见很容易同意见很容易上主，对不对？这一边倒了，不同意见才有可以平衡，对不对？就是神里面要彼此的和好，所以我就在那个洗座盘敬拜的时候，请大家用两分钟的时间彼此和好，彼此好虽然不同意，信念难过，我对你跟我很不喜欢你，我很多意见不同，那神人在神里面陪我们一定要彼此的重新可以。不能决定也不决定，不需要的我们需要，没有的不需要，有的还是有决定就彼此一起谦卑的心彼此的和好，这就是敬拜的一部分。洗座盘跟出来就是金灯台就是我现在做的，我把圣经道理打开你就跟我一起的研究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能力灵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就分解圣经的真理。在讲道里面我们不讲人，讲上帝，讲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 Bible Church 我是 Bible Church 案例的我们最主要是不讲人，讲上帝，讲话语福音的话语圣经里面的话语，研读它的意思是什么样不是讲到灵械，我现在弟兄姐妹不同意的灵械，他们让墙壁就灵里面墙壁他们顺服我，这个不能做不讲其他人的事情，不讲上真理是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是真理的解释。这个金灯台就代表圣灵光照我们一个，圣灵要光照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忠心的把神的话语分解出去。神真的话语分享出去，他就上帝就感动每一个人他们就让每一个人都让谦卑，彼此谦卑，在神的面前合而为一，这个是神的旨意。金灯台就是神的灵光跟油眼亮我们的见证，眼亮的见证里面很多圣经的话语
啊，领受圣灵的恩膏，圣灵光照。光照就是说，我们虽然意见不同，但主里面彼此相爱。假如他是合爱的话，同意的话，很容易爱，就没有什么代价才会去爱。而不同意的时候，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脾气也不同的时候，又要彼此相爱。原来爱是可以命令来的。丈夫爱太太不是他可爱的，因为太太啊，结婚20年，最后就变得肥肥的多，很多嘴了。啊，男的不理了，看着不好使不理你了，啊，对不对啊？20、30年，我今年三月就是结婚48年了。啊，我要信主了，要爱他了，神命令我去爱他，爱是会用从命去爱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既有恋爱的人不知道这个证据，原来爱是奉命去爱的，奉命去爱才是真的爱啊！因为我们20、30、40年已经变成不可爱了，从前是白马房子，现在是不养的了。啊，所以奉命去爱啊，老婆啊，越爱越可爱，不是越老越可爱，越爱越可爱，这个还更好的证据，对不对？老公是越爱越可爱，你越爱他才越可爱，你不爱他越不可爱了，不可爱了。所以这个金灯台面前就光照我们，知道真理是在哪里。如果传道人是在讲道的，是在讲圣经里面的真理，我都不记得明白了。啊，陈设明的作者，陈设明就是灵粮啊，对不对啊？啊，圣经的话语，所以我每一天都要读经啊，我不能把那个电脑带下来，我就把这个放在这里。每日灵粮，每日都有人看，就很简单，跟出来。虽然有的电，有在这个方面啊，有电话里面有圣经，都太方便了，这个方便啊，印出来的啥，这些啊，啊，是我太太送给我的，结婚之后，你现在还在，48年了，还要不错啊，比真皮的。传世的啊，我每一天来到神人面前读经，圣几天来到神人面前听听牧师怎么解经，因为他在神人面前用很多功夫啊，念圣经的话语，念神学，明白圣经真道，也明白原文，所以他会解释给我们知道圣经真理的，而且他也给我得到亮光啊，神就圣灵执着我们的经验来对我们说话啊，牧师讲话提醒我们很多地方，每一个都不同的信息，对吧？我们每一个都听着不同的信息的，这个很感谢主。传世比作者就是这样，这个是十字架的旁边的啊那个啊那个金灯台啊金灯台跟着那个是什么传世比啊，传世比在这里的，这个敬拜是旁一面，十字架旁一面，我你啊。赞美祭坛祭洗座盘香坛跟那个施恩座，就是你跟上帝，你单独跟上帝，你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啊，对上帝的关系的活好啊，这个很重要啊。跟着来，当然了，就香坛了，就香坛就讲到祷告，敬拜的阶段很重要的阶段就是祷告。啊，祷告是认识神的旨意，不是改上帝的旨意，啊，认识神的旨意，啊，不是改变神，是改变我们。很好的祷告，很好的祷告是改变我们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了。啊，我们看圣经的这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啊。啊，那个哈巴谷书从一个哀怨。抱怨啊，埋怨啊，不喜欢很痛苦的地方，最后就是，假如最后这一句啊，第三章啊，最后啊，虽然无花果树无法忘，葡萄树也不给我干嘛，是不好的，这
电缆就由下而上啊，截取国语我不行啊，要看见才可以啊。所以截取就是它的结论就是说，虽然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你，有上帝之后，这样第一步就是很高级的地步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地步。所以在神的面前啊，改变我们的态度，不是改变神对我们的改变什么环境啊，改变别人，是改变我们啊。这个就是啊，相反讲到为别人祷告啊，这个最后了，那个至圣所里面啊，经过那个幔子之后，进入了施恩座，就是我们单独一个人跟上帝。其实你知道吧，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是单独一个人的。我不是对着大庭广众讲话，你们，我是讲到的是您怎么样？因为在敬拜时是你一个人啊，你旁边有人，但是不是你一个，对不对？你就是一个每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呢，独自一人。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讲话的时候是对每一个人讲话，不是为大众讲话。为大众讲话时候就会 hi behind anybody else 啊，我肯定你肯定是觉得 I can just sit here and observe you how you listen to God 啊，我们不在这里站着呢，闭起来啊，不要面对上帝的话语，让他们面对啦，我没问题啊，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啊，全世界都有出去，我们就站在旁边，观看、慢慢看，这样啊。其实神要我们的是单独一人，在他的外抱里面、怀抱里面，坐在神的面前。你能不能用你的信心，直接的进到神的怀抱里面，跟他？你知道吗？你可以对神埋怨的，啊，埋怨的，哭了，不可以的。神很喜欢的，你 baby 在哭的时候什么？他们 baby 啊，小孩被婴孩啊，不懂怎么样讲，跟妈妈说，我见了不会，我又不行，这个不能讲，都没有话语嘛，就哭，对吧？所以我们用说不出来的话语跟神祷告的，所以我在神的怀中啊，可以埋怨的，说神啊，为什么会哭的？众人面前不哭了，在房间里单独也是可以哭的啊，应该可以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怀中嘛。这个敬拜最终一步，就是我们在神的怀中，一个人与他同在，一个人在他怀抱里面，把我们一切放在他的面前，我头把我一起投在你的怀抱里面，主啊，你为我解决。不解决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是最好的，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你给我都是对我最好的才给我的。主啊，我感谢你，我在你怀抱当中，婴孩在妈妈的怀抱是很舒服的，啊，吃奶了很饱了，所以灵粮啊，很饱了，很舒服了，睡觉了，这个就是不用怕了，很多困难的啊，妈妈，可以应付。我不能应付，妈妈可以应付，神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怀抱当中，与他亲近。假如我心里有问题，不能觉得他洁净，这是罪人，因为罪是两难着神的，对不对？我心里面着重罪孽，主忽逼不听，啊，这个就很重要的信息，我要知道，你们有一个最好的那个保卫师圣灵，也有上帝怀抱着你，什么都不怕。婴孩什么都不怕，怕着他总是讲话时候就反对啊，我的孙女儿啊，七岁两岁开始知道啊 ，no no no， 一岁半 no， 那不啊，怕我头啊，结果爸爸妈妈都攻击了，爷爷妈妈都攻击了，啊 no， 啊 ，the first word important right，no 啊，但是在神的面前不需要 no， 也是在那怀抱。这个是我们敬拜。今天我劝大家，在神的面前，每一天来到这怀抱当中，啊，与他同在。别人怎么样不理他，我跟他同在。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很多爱，因为享受的爱，我就怎么去爱。刚才我享受是一个怎么样？啊，这个很重要的敬拜的经历。啊，这个敬拜其实我的。
发梦在想啊，praise him 应该是站在哪里，不是讲到离着就唱啊。很多很多东西会说呢，牧师讲到讲家里面很多内容是跟那个七个阶段、五个阶段、七个阶段敬拜的stanzas 啊，在当中选很多歌经文，分在在那就唱，那不就唱？大家大家不会就一起唱，可以说认罪，唱认罪，说一起的，说那是对神认罪，跪在哪里，写在哪里？我很多时候给会众呢，那好的纸条啊。有时候就石头，有时候把他们的罪写上，写上啊，不要签名了，签名就是很多问题了。啊，把那罪拿到十字架上，就放在那里。啊，牧师就拿着这个石头，每一天就祷告了。啊，没有名字，直接让上帝知道是谁了，所以就可以为你们祷告，就是祭司责任，君祭司还是官君的，我不懂啊。根据这些，他们会长老只是会为你们祷告。走到前面，我们教会里面，那个讲台有五个盒子，3x5 cards， 每一个人可以翻开一份，在后面写他的需要，心里面难过的地方写下来，不要签名，写下来不要上个记者就可以了。就是我有这个需要，不能解释的需要，1 to 10 is number 8，为我祷告。不是拿到这个就明天就为你祷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认知里面比起祷告很有效。不但是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回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神看见我们都比起代祷我们就快乐了。我们教会有24小时 7 days 24 hours 祷告的那个 chain 啊 chain。 我从前是在那个牧师做牧师的时候，还有在那个 president 呢，我是副牧师，牧师讲讲讲的，还有在选，我选什么时间祷告，剩下来就是星期二早上，3点半到4点，星期六早上，2点到2点半，哦，是我的祷告 ，chain 啊 ，non-stop prayer，24 是24小时，7天祷告，我的轮班呢，轮班就是。星期二早上3点半，星期六早上2点钟，因为众人都着了，他们你们是 boss 吗？你们是主人用吗？你们解签啊，整天最好的时间才祷告，我简直就不好了。早上要3点半2点钟祷告，所以每个星期二就是早上那个3点半起来祷告，那你感谢就不睡觉了，可以祷告了，很好。需要为什么祷告，什么都写下来。就 chain prayer chain， 接着敬拜，这很重要。敬拜的祷告嘛，很重要。敬拜最重要的目的是祷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继续下来的那个 workshop， 我们就在讲很详细的讲讲音乐的问题了，音乐的治理你们。所以我每一天敬拜，每一天敬拜，每一个星期。天敬拜就成为我们那个 example， 一个例证，活的见证，怎么样个人敬拜？因为我敬拜是很重要的，我一生都敬拜，每时每刻都在敬拜。敬拜就是让神的权柄得到表现出来，就是荣耀神什么意思啊？荣耀神原来就是神的像，他的 attribute， 所有的 attribute 在我心上表现出来。荣耀神就是这样，我活出神的真理就是敬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主，我们因为在你的真理的缘故，从圣经里面出来表现出来真理的缘故，我们知道敬拜是什么回事。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个人生活里面，在我们单独与你同在的一种相处的时间里面，能够真的经验你的能力，让我们多数的人见证里面有能力，不是勉强，而是自然的表现出来。我的快乐，我的见证，都是自然的表现出来。求主特别帮助我们与你同意和同心合意啊，合意在一起的是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得到主的荣耀啊，一切主的荣耀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人看见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光，也有现貌。
陷入我们在里面曾得到的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在敬拜上面做得更好，以及让我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做见证，荣耀主。我们接着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只站在台上，三一九。